爷爷奶奶都喊耳朵把拉来，三祝妈妈是五亿，祝你开好运，别五祝同学一起互相。真棒，看姑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今天晚上西西回来了，然后西西说想吃大米饭，我锅里蒸了点米饭，然后她说她想吃土豆炒肉，然后想吃黄瓜，加半个黄瓜，家里两根黄瓜自己已经生吃了一根了。因为黄瓜和土豆是西西的最爱，然后还有一块牛肉给他切一切，一家人吃个团圆饭。我跟江斌炒一个素炒油麦菜，因为今天在我们妈家吃了好多肉，今天晚上吃点素的。给西西炒个土豆炒肉。切个牛肉吃好不好，西西？西西今天也是小摄影师是吧？是啊。就是那天妈妈跟爸爸没吃完，给你留了一点牛肉。抓住了天鹅的脖子，问他怎么不下蛋。不久，小兔子将红斗篷送给了要上山吃草的小羊，小羊可开心了。天鹅会炸鹅。涵涵真棒，来玩赛车。啾当，给我拆了我们的糕，它就是比如有一个游戏吧，有一个这个放在这儿，有一个这个放在这儿，如果你把它抽出来没倒，这两个都出来没倒，是啊，就赢了。憨憨是拆楼高手。你踩我脸，爸爸你踩我脸，喂，是吧，你真棒。吃饭了同志们，西西有你的最爱哦。也没吃团圆饭，今天你回来了，妈妈炒了你最爱吃的土豆丝，拌了你最爱吃的黄瓜。给你吃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吃一个。还有牛肉、土豆菜，吃个牛肉吧。丝，好吧。土豆菜，土豆菜。我不吃这个牛肉，你尝尝特别好吃，尝一口。给你一个小鱼。有菜，有肉，好不好吃？牛肉。吃土豆吧，又不是有黄瓜。我喜欢喝黄和土豆，菜和肉我不喜欢。那你就这绿叶菜是爸爸跟妈妈吃的。
我也吃牛肉啊。这个我喜欢吃。嗯。哎呦你。来，我们干杯。来。嗯，干杯。欢迎西西回家了啊。啊？不能去。新年快乐，西西。新年快乐，宝宝。新年快乐，弟弟。新年快乐，妈妈。快吃吧。弟弟。嗯。西西下午跟他奶奶视频，啊，说什么？一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，二祝姥姥姥爷什么什么，我都学不成。快吃，你让妈妈炒土豆肉，妈妈给炒土豆肉。那我再来整点这个。嗯，行。啊，那我要学一个航航，航航也要吃米，让航航吃一个米。我们今天团圆啦，对不对？小嘻嘻，来干杯。来，好吃。好吃啊！都干杯，干杯！妈妈，嗯，不是，是放中间一起干杯。啊，一起干杯！来，干杯！祝西西越长越漂亮。祝爸爸越长越帅。啊，祝爸爸越长越帅。祝妈妈呢？祝妈妈也来一个，祝弟弟也来一个。好了，快吃吧。